老师没有教你哦，属于家孩子哦，这个他爸爸礼貌啦，是咯，他爸爸妈妈没有上课了，没有教他，请自己去赚钱吧。对哦，你没有钱，敢来我们这里偷书？我不要偷书耶。我跟你说，如果你没有，如果等一下你没有给我一个理由。我跟你说你惨了，爷爸爸妈妈我报警，叫他们关进监牢。你要走，不要欺负我弟弟，走走。好走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为什么要偷书呢？我要读书。那你不会跟图书馆里面说吗？我不敢。那我们一起去跟管理员说好不好？好。管我什么事，他们自己去赚钱，他们自己去赚钱。哎，这一次放过你一马，给你三本书。可是如果你有钱了，要给我30块。30块，爸爸妈妈已经没有钱了。我做有钱的时候。